先把球杆都罩上，囚笼罩能在我们的手上。只有真正的黑八才配得上这支杆。走，快！还在我们这地盘上撒野，你我之间的秘密，没人会知道。 萨门第一条门规就是，凡入本会，不许赌球。要想成为云上之人，必须要先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难。我要混。刘公何必大动肝火？背叛我的人，就是这个下场。知道这杆够不够用？刘哥，你想我是好人，我就是好人。 你对不起的是咱们萨满的列祖列宗，叛徒！跪下！过来求我！雷公一切都有，司小龙输球于雷公，心也不爽，便杀了同门师叔。我跟你只谈人性，没有感情。